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吟游诗人大师，这张是吟游诗人大师吗？我不知道。好，反正就是 D and B 这个活动的大师103，我选的是 Iguodala， 这张是这个赛季在热火队的 Iguodala。那这张特点呢？除了他的主要是内线属性，大家知道 Iguodala 是一个蛮会扣篮的选手，所以包括他的灌篮、上篮、内线禁区投篮。再来，他的第二个有名的应该就是他的防守了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他的主攻、超截都很高。那尤其是超截的部分，那这张有加成呢，是小前锋的运球属性加4。那我们马上来试用一下 Iguodala， 我们用赛季。其实用赛季的话也蛮难的啦，因为我电脑已经到102了，所以对面数据应该是加到爆炸。又是勇士，哦，有人倒地了，哦，伊古达拉顺势而入啊 ，move 好像还不错，呜呼 ，block shot。挑战 Draymond Green， 3、2，呜呼 ，hook shot， 哦，上篮没问题，伊古达拉。Block shot， 3，呜呼，嘻哈，第一节剩下时间不多了。直接投3分没问题。Oh no! Why? Oh no! 被盖了，我们再来挑战一次。包夹来没问题。又是包夹，你倒地我就来喽。Iguodala， 哎，我瞬间起立是哪招？好啊，这个防守完全被针对了。Iguodala说：“我要球，我这次一定要切，可以啊。”Iguodala捡到了，切，后仰没问题，呜呼 ，We're going。GG， 好嘞，我没体力了，刚刚好。试用完今天的 Iguodala 心得，觉得还行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但是没有用到他超级的部分，但有用到主攻的部分。那在这边呢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赶快抽到102球员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有抽到的话，赶快来留言分享。那接着你们会换哪一张103呢？也欢迎留言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啦，距离1000订阅还剩下10几个，我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拜拜。